104第二章啊，寸，啊，寸跟台长得很像，所以它的长度大概是一样，不用17到3哈，这个大概是4或4.5。那这个横我们有写长一点哦，我们小朋友可以去看我们前面的寸的写法啊，有的是瘦的，有的是长横的哦，哈，也有人写长横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稍微有点。比才还再长一点点，但是那个长形的是还蛮长，就是把这个寸呢写成扁形的啊。那目前老师教的是长形的，两种字都蛮好看的啊。你如果要写成长形的，然后胖胖的也可以啊。那另外一种味道，然后目前老师是采用长的哈。啊，这个跟前面的才很像哈，只差在这里而已，点。应该要对谁啊？这个很简单哈，所以很快就可以把笔记做完。好，那目前我们这个横呢也稍微长一点哈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它在几楼？哎，几号？六号。几楼？11楼。啊，自己回去要自己会找位置哈。接下来写到几号？14号，快14号，算14，快14了。好，那这个到几楼呢？好，刚好到中间了哈。14号12楼半，好，有点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几点钟方向。好，我们看这边大概是2点，也还好，也是2点40左右，30几。40，到这边呢就是40了哈。刚才老师移到这边，所以也没有比较斜，大概也是2点40的方向啊。好，所以这2点40可以不用做笔记，应该是差不多。它也是有点弯弯的哈，中横写法有点弯。接下来这里是17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在几楼几号呢？10。可能到11号了哈，也是中间哈，它中间在这里哦，不是在这里哦，它的中间是在这里。我们要看这一个你写的长度的中间在这里，上去右边一点点哦，一样。那这个目前是大概写在11号、17了啊，11号、17了。那这边写到几楼？做笔记就好了，4.5楼。做几楼？几号不用写了，我们写直线下来。重点是写到4.5楼，啊，点呢对哪里？对这里画一条线。那这虽然很简单，小朋友都写不对位置啊，注意一下这个角度，自己对对看，老师就不量了啦。哦，写到这里还不会看的话，然后这边离多远要注意一下啊，这边还有这边离多远注意一下啊，我们就这样对过来，眼睛看过来，把点的。细到书写好就好了，好，这个介绍到这边哈。